哇塞，这个地方是好大呀！地下飘的不行，奶打了，好香。老婆，你收拾一下行李，我带你一块去出差。先收拾行李，收拾完再告诉你哈。老公，我收拾好了。这么快？啊。行，那走啊。走吧。车来了。车来了。好，谢谢。老婆，你究竟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咱们先去休息室吃点东西吧，哈。深深。带你去看一下他家有什么好吃的。饿了。都有啥吃的？豆腐、木耳、丸子、面条、米饭是吧？嗯。这里边一个什么鸡块是吧？哎，挺好吃，伙食还可以。也有面条那些是吧？有。有是吧？哈。哦。老公。嗯。这家伙食看起来还挺硬哈。香辣鸡翅、丸子，有豆腐、有木耳，还有面条、馄饨。就是说嘛，看来那鸡块不错哎。尝一块吧。一会儿吧，我要的贴尖了。哎呦，就这小鸡块，哎，你就说香不香吧？还有这个小丸子，哎，油滋滋的，嗯，小青菜，这个青菜也是炒的油汪汪的，可以。我的贴尖来了。这家伙食还行哈，还行，有肉有素有面条，还有鸡蛋西红柿贴尖，我最喜欢吃。所以说坐头等舱啊，一定要选到饭点的时间来，才巨划算哈。是，先来一口啊。少吃点吧，等我到了以后还得带你去吃好吃的呢。去哪了吗？到了就告诉你了嘛。为啥现在不告诉我？老公，你少吃点吧嘛，不是说一会儿还有好吃的吗？你吃上这么多，一会儿还能吃下去？两碗而已嘛。老公，你好能吃啊，我真是佩服你。上课上习惯了吧。到哪儿都上课哈。嗯，好吃吗？让机场瑟瑟发抖。好吃好吃，真好吃。啥馅的饺子？嗯，头发甩起来。帮我把上面的盖盖打开呗，美女。哦哦。问你半天你也不告诉我去哪儿，算了，我睡一觉吧。老公，你怎么带我来常州了？你看那是谁？峰哥。峰哥今天发型可以啊，峰哥，啊呀，帅了呀，我去啊！今天带我们吃啥？啊？海鲜自助，常州顶级海鲜自助。常州顶级海鲜自助是吧？走，先办酒店入住去哈。我现在常州市场的地摊市场的。多少钱一位啊？316。316是吧？走。哇塞，这个地方是好大呀！一会儿就照着它好不好？好。我最爱吃的猪蹄，看这色泽绝对没问题。好有食欲啊！好有食欲。这个是鸭头吧？对，卤鸭头。啊。这个是烤羊腿啊。烤羊腿啊，还有脆皮五花肉呢。啊，看着好有食欲啊。好有食欲啊！这个牛蘑菇还有蟹柳棒，这儿的食材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，我都看不过来了，我已经饿得不行了。那就开吃呗。开吃吧。嗯，好嘴牛呀。哎，为啥它和元宝长得一样？元宝是谁？元宝吗？金元宝吗？红烧子啊，我觉得这个汤要是拌大米就绝绝子了。绝绝子，嗯，全是筋呗。嗯，好吃。黑椒脆皮五花肉，改新版的。我好脆的感觉。嗯。嗯。这是我亲手剥的，亲手煮的，谢谢。哇，诱不诱人啊？真的很诱人呢、啊。嗯，好的。哇，老婆你是真飘啊！300多块钱自助餐，你吃大米饭？我是觉得大米饭太难吃，我觉得。哦，那你也会吃了哈。嗯。高低你今天得亏本了。一下飘的不行，奶打了，好香。现在幸福的有点过头了哈，忘了说一下他的那个品质了啊，我吃一口看。幸福过头了的，肉质真的挺 Q 弹的，别看它是冰山的，但是肉质是真的 Q 弹。嗯，好吃就行哈。嗯。
别吃撑了啊！肉肠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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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